第34题，附图为棒状磁铁周围的磁力线，则哪两点的磁场方向相同？我们知道，磁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磁场方向，就是 N 极的受力方向， N 极指示的方向。而我们要做切线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，磁力线在我们的磁铁外面是从 N 极到 S 极，里面从 S 极到 N 极。然后我们当然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的画这些切线，然后来看到谁是相同的。但是你用想的也可以明白，因为呢我们这些切线，然后 N 要出去， N 是要出去的， S 是要进来的，所以这些点的切线方向都不可能会一样，只有我们的 A 跟 E 是有可能一样的，因为 N 极呢磁力线要出去，要从 N 出去，那么 S 极呢要进来，所以只有这两个的方向呢是会是一样的。所以第34题问我们说，则哪两点的磁场方向相同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A 跟 E 这两点的磁场方向相同。